多伦多分赛区的新闻发布会，凤凰卫视2007年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多伦多分赛区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。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来宾，首先介绍今天出席的嘉宾，由主办方的代表凤凰卫视美洲台副台长，2007年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美洲赛区总策划曾世平女士，Phoenix Satellite US TV Deputy CEO Ms. Zheng， 凤凰卫视美洲台经理公关人事经理 Cathy， Phoenix Satellite US Admin Manager Cathy。 嘉宾2006年中华小姐旅游，特邀嘉宾2006年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总决赛入围佳丽旅游小姐。 OK，咁另外咧，仲有我哋好多嘅傳媒界嘅朋友咧，咁陣間會一一介紹嘅。咁眾所周知啦，鳳凰衛視咧係一個極具影響力嘅全球化華人嘅電視台，而中華小姐環球大賽咧係鳳凰衛視主辦嘅全球華裔女性嘅美麗盛事，係拉近全球華人距離建立華人新生代美麗標準嘅選美大賽。佢以全世界為背景同埋舞台，充分展現咗中華傳統嘅美德。強調中華文化同埋傳統美德嘅推廣，自2003年第一屆大賽啟動以嚟，中華小姐環球大賽正日益成為全球華人範圍裡面極具影響力、被媒體觀眾廣泛認同嘅品牌。